一滴全药到金岛大虾，水果胶，紫甘蓝，鲍少牛排，回右，鱿鱼，包起来，倒300斤菜籽油，下锅油炸，油炸2小时，放发酵，加辣椒，少许盐，倒蘸料，开吃。特别像光棍导游，牛腿下锅，牛腿撒辣椒、花椒、盐、生抽、芝麻，抹拌均匀，蛋液包住，锡纸包住，放泥，放腿，泥巴包住。下火，火烧40分钟，敢吃啊？啊啊！倒菜籽油，油一锅，倒灯笼椒，下锅，炸好的蟹放薄荷叶，放长瓜，放柠檬。大米的，还有荷叶盖住，放进土窑，泥巴分住，点火。朋友们，这个美食已制作完成，你喜不喜欢？下个视频开吃。准备2只牛腿，将它剁碎，倒黄糖。西瓜、葡萄、banana 剁碎和匀，葱姜蒜、蚝油、淀粉、盘成肉丸，锅中倒油，下锅，倒米汁，爱吃。少许盐，辣椒，米料，用8张叶包住，锡纸包住，花地油，放柴火，木材盖住，椒叶晒干。用土埋住，第一窑全球制作完成，下个视频开吃。先吃起来，咬不动，还是吃你们吧。还是吃黄瓜吧。特别虾，龙虾下锅油炸，炸好的龙虾倒入牛肚中，倒青芒、洋葱、胡萝卜、干椒、香辣，还有煮口分住。
回乡干住，忘记土窑，泥巴粪口，点火！朋友们，杜邦大龙虾已制作完成，您喜不喜欢？下个视频开吃。今天做油炸辣子、土窑牛头、光春豆油、豆断椒、床天椒、现椒、德罗椒、辣椒我、绿花椒、红花椒，搅拌均匀。牛头下锅油炸，炸好的牛头倒米料、倒椒麻，放进土窑。朋友们，土窑已坍塌，今天的作品特别失败，实在不好意思了。换来的本蟹下锅油炸，倒油泼辣子，放本蟹、蚝椒、酸萝卜、炸萝卜、麻花、秘料、竹叶盖住，飞入雪洞，堵上洞口，用土把洞口封住，点火，旋炖油炸火辣蟹，制作完成。如果你不嫌弃这个作品，请给个免费的双击，下个视频开始。